让我们年轻人对于大陆，尤其对我们自己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这才了解说他将来要做什么。所以逐梦要踏实，圆这个中国梦也必须要付诸实际的行动，这个梦才能够美梦成真呐。今天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拨乱反正，要让年轻人真正了解自己是从何而来，你的根在哪里，你的根本、你的本源在哪里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这个努力以赴的啊。